老段儿，啊，傻帽了，里边呢？贺大，醒醒醒醒醒醒，雅正出车祸了，醒醒！石小娜啊，石小娜给你打电话，你不接，打到我这儿来了，让你马上去广州，她也马上去，赶紧起来吧。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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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正抢救呢，赶紧走。哎，慢点，你帽儿，哎呀，连鞋都没穿，慢着点开车啊！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咱要不要跟雅静的爸妈说一声啊？不能告诉我，这不是咱们擅自决定的事儿。喂，大茂。哎，老婆，小娜刚才给我来电话，说雅静去广州的路上出车祸了。啊？严重吗？那现在什么情况啊？现在还不知道呢呀。刚刚打电话的时候，雅静正在抢救，生死未卜。而且小娜说了，她在广州还有深圳的公司十分复杂，她老公我们也不了解，让我赶紧过去一趟。老赵现在送我去机场呢，我就不回去了啊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到那边啊，遇事别着急，我这你别担心啊。马上让小凤送我回九寨湾。啊不，你不在这儿，我就不在这儿住了啊。嗯，再见。雅静这样有生命危险，你赶紧告诉我，我好通知他妈。还有注意花美啊。哎，快点快点，再快点。你说什么？雅静很有可能高位截瘫。不是我说的。刘建才说的，我刚才也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雅静下肢严重骨折，腰椎受损严重，很有可能造成瘫痪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，这都是。那他的爱人呢？那个刘建才他手握着方向盘，就脑袋破了点皮，手受了点轻伤，但是雅静他坐在副驾没系安全带呀。这样，一会儿你们把我送到医院，见到这个刘什么才的，你们赶紧找一酒店休息吧，折腾一天都累。你呢？你不累吗？我还行，我飞机上睡觉来着。哎，我脑袋都大了。我的意见呢，就是等阿静苏醒了之后啊，征求一下她的意见，看看要不要通知她家里人将总和伊拉。哎，你给花梅打电话没有？打着了，她一直都在这边等阿静苏醒，我看她实在太累了，就让她回去休息。啊，明天一早她就会回来了。您住哪儿？啊，我在附近找了一家宾馆，我的重要的物品以及阿静的一些东西呢，全都放在那边。这里的医生不让我出去啊，所以一直都没去过。你快回去歇着吧。我呢，在这盯到天亮啊。好，谢谢你啊。阿静一直都说你是他最幸运的同学，一直都不会坑朋友。啊，我今天看到你，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很讲义气了。刘总，你快回去歇着吧。反正我有你电话，这要是有什么事儿呢，我马上联系你。哦，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。啊，你说。明天下午呢？我要翻翻身展了，公司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要去参加，如果我不去的话，就有人会顶替我了。你明不明白？明白。我的位置很重要的。知道。好，谢谢你啊，我先走了。明儿见。